兄弟们，快看俺的皮肤，上面写的是现实，说明我这个皮肤很珍贵。你们再看我的梦哥，上面写的是换装，说明我的梦哥会换装。Yes. 今天啊，我要告诉你们迷你世界最最最最最最稀有的图标，你们肯定没见过啊。今天啊，我让大家看到这个皮肤，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它被迷你世界称之为绝版皮肤。你在游戏中有迷你币你也买不到。迷你世界最厉害的主播半仙哥哥看到都表示羡慕的流眼泪。今天啊，我就让大家看看迷你世界最稀有的皮肤。迷你世界最稀有的皮肤，它藏在定制栏。其实啊，在定制栏有一个皮肤，就是这个蓝蓝的小人，好多人都懵了，蓝蓝的小人好像不珍贵吧。其实啊，在最早的时候，他的头上有两个字是绝版，他就是迷你世界最珍贵的皮肤。绝版皮肤再也不会出现了，只出现一次。我听说很多人当时觉得他是一个定制，都不想要，所以啊，获得他的人很少，他就成了迷你世界最珍贵的绝版皮肤。